春节期间到底能白嫖王者几款史诗皮肤？很多人就知道两个，其实有五个。首先就是除夕当天打一局就能领十选一的史诗皮肤，大家应该都领过了。然后就是小兔集市里面刷新60次必出史诗皮肤，我抽到的是天才门将，每天还可以继续刷新，看看能不能有更好的。第三个就是组队消费，如果加入了小队，千万别忘了领取个人奖励和团队奖励。很多人都抽到了史诗皮肤，不过我的运气比较差，只抽到了一些皮肤碎片和战令币。第四个就是某鱼主播送出的福利，每天都会送出1000套兔年限定皮肤。初三晚上8点到9点半是葛 mini， 21点到22点是骚逸。初四同一时间，葛 mini 和骚逸也会抽取皮肤，趁着知道的人不多，碰碰运气也是不错的。最后，在葛 mini 直播间还可以参与小兔鸡收集活动，每天做任务收集小兔鸡就可以兑换史诗皮肤了，只不过是限量兑换，每天0点刷新，比较考验手速，反正是白嫖，感兴趣的玩家也可以试一试。